哦，有镜子啊。咸蛋的，你要吃吗？它的草莓玉米片呢，你要吃吗？你喜欢这个？身高120公分内，你还没有到120，你还没有啊？你看就知道啦，你自己比，这个那么高。小心哦，轻轻放。哦，真的有司机？是我装的。你装？因为我要保护他，不会让别人欺负他。对，你要保护好，不要让他被踩到哦。
去的小小云，我不想回去，我们要回台北了。我们现在就回家，我们哪有在家，这不是我们家。哎，这里是啊，这里不是我们家啊，这里是啊，那里是。好，我来总结一下你这几天感想，在一大晚有没有开心？说真的，今天什么？今天最不幸福，我现在幸福。为什么今天不幸福？因为明天我家我去。不是，你刚好去游戏室哎。那时候说幸福，现在超级无敌霹雳不幸福。彩蛋，对于我们这次出来一大晚有什么感觉呢？不予置评。你还想再来吗？不要。还要再来玩吗？真的，姐姐说她要哎。